杨凤，够了，别再胡说了。我对你的好，你都看在眼里。可为什么你偏偏看不到我希望你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呢？难道你看不到我希望你变回以前的杨凤吗？难道你看不到我希望你就像我心疼你一样心疼你自己吗？杨凤，别胡闹了。三尺白绫走了，事情飘飘。可你想过我吗？想过泽清吗？ 他是你的孩子，你别忘了，你已经为人妻、为人母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傻？难道你忘了那个人吗？你忘了你答应过他，你会把泽清养大成人吗？难道你要泽清明日早上醒来，看到娘亲的尸体，就这样悬挂在房梁上吗？ 平婷，平婷，杨凤，看看泽清，你看看孩子们睡得多香啊！你有没有替孩子们想过？ 你自己就真的舍得让他在乱世中失去双亲，独自存活？你舍得他这样吗？我认识的杨凤，他曾经敢于拒绝燕王的邀请，敢于跟王后作对，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孤身赴两，只为跟泽隐在一起。他曾经是我最敬佩的人，他傲骨铮铮，国义决绝，比我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 不是我眼前这个胆小怕事的人，可是我现在除了弹琴，什么都不会做，自己又染上了这个病，还能活多久都不知道。你自己都因顾不暇了，还带着我们母子二人，我哪有脸面跟在你身边拖累你呢，杨凤？ 难道你忘了我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吗？在我最危难的时候，你没有抛弃我，你现在让我抛弃你，你要置我于何地啊？杨凤，我白娉婷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，只要我活着。
我一定会保你们母子平安的。杨凤，杨凤，我也需要你。要不是你在我身边，我一个人也支持不下去。冰婷，就算是为了我，为了孩子，坚强一点好吗？坚强一点，冰婷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活着，我会好好活着的。陛下，说吧。启禀陛下，广陵急报，白兰军主力绕过扬州，昨夜已抵达青口，天时兵力镇江，河下所率先锋距健康口已不足十里，大军乘虎口之势双面夹击，我大晋形势垂危，请陛下先行随末将离开王宫，末将已准备好轻骑30，只要陛下下令，今夜即可开拔。陛下，你看，你看见这是什么了吗？陛下，一切都已经在准备了，我们可以先离开这里，只是暂时的。这地图若是陛下喜欢，也可叫太监们收拾起来，一并带走。这土上是本王的疆域，是本王的江山。陛下，这不过就是一张图罢了，我们开拔吧。开拔，不，镇北王尚未归朝，本王不能走。陛下，陛下三思啊，河下随时会挥军而下，陛下存则大晋存，晋可存，镇北王才能存呐。陛下，河下的兵马就在城外，真的已经等不得了，请陛下即刻下令随末将离开。将军，末将在。今日，本王可将性命托付于你。此身是为君王。传旨，
气功，末将领命。气功。白兰的将士们，健康城就在前方，擦亮刀枪，跟我冲！杀！
禀驸马，末将等没有找到司马红。跑了？能逃到哪儿去？待我铁蹄踏遍天下，总能把他抓出来。杨峰，药熬好了，来喝药。这是神医开的药，喝完了就好了。怎么了，子清？魏有人找你。长啸，这个手链是金的吧？好看吗？真好看。嗯，拿去。我能让我娘看看吗？好。孩子顽皮，不要见怪。长啸，找泽清哥玩去好不好？好。喽，玩去喽。十三娘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很欣赏你，如果不是爱上了同一个男人，我想我们会成为朋友。十三娘贵人事忙，来这里应该也不会是为了说这些话吧。别紧张，这是通关文牒。十三娘，这是何意？白兰的重军已经进城了，城里现在兵荒马乱，而且又爆发了瘟疫，实在不是你一个带着孩子的妇人该久留的地方，所以我求了一张通关文牒，是想来送姑娘一程的。十三娘的好意，娉婷心领了。无功不受禄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还是请回吧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夫人还只顾自己的面子，不顾旁人的性命吗？更何况那是你妹妹，我听说你妹妹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，我为夫人请了一位名医，就在城外候着呢，还有车马我也给你备好了，足够的银钱，还有治病的药材，必须备的东西都已经安排妥当，我看夫人还是收拾一下细软，立即出发吧。果然是娇艳楼的十三娘，
察言观色，打探情报，事无巨细，都能妥帖细致到这个地步。夫人过奖了。夫人如此夸赞十三，十三真是三生有幸。不过，我又怎么能跟夫人相比呢？昨日之事，夫人没有声张，对十三来说已是大恩。娘，娘，我肚子饿了。长啸好可爱啊，跟他长得真像。好了，夫人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江湖路远，我们有缘再会。娘，他是谁呀？娘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但应该不是个坏人。第一杯，敬朋友。蕉叶楼能有今天，离不开在座各位的支持。东定南，先谢过各位了。干！干！干！第二杯，敬乱世。这天下要是没有恩怨纷争，东某也结识不了各位能人异士，相聚在此。干！干！干！开封，从明日开始，东某将不再主持娇艳楼。这些钱财，想走的朋友能拿多少拿多少，拿多少都是你们的。至于不想走的朋友，想和我留下来的人，明日会和我一起拿起帆旗，揭竿而起。从此以后，一杯酒，结为兄弟，情同手足。愿为东楼主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第三杯，敬自己。干！干！干！
怎么样了？已经都安排好了，只等你一句话。此次艰险，一旦离去，或许此生终不再相见。金银财宝与你不过是过眼云烟。那收下这个玉佩吧，就算留下当个念想。十三，交验了以后，就拜托给你了。你保重。可我毕竟不是你，没有你，娇艳楼再娇艳，也不过是个风月之地。世子，这些年多亏有你。那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？就当我是痴心妄想吧，我早就知道，这小小的娇艳楼留不住你，留不住这样身体里流淌着铁血的堂堂男儿。但我没想到，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。楼主，我想换个方式称呼你。你紧张什么？我只是想叫你一声兄弟。楼主已经是我了，不过我还想跟你讨一份礼物。你尽管说。如果哪一天我做错了事，我想要一次原谅。八面玲珑，精明能干的燕十三娘也会怕办错事？再能干也难保百密一疏，你答不答应？你很少跟我提要求，我如何能不答应？明日是他的忌日，妈已经替你安排好了，你早些休息吧。十三告退了。各位将士，都是追随我多年的兄弟，为我在大梁蛰伏两年，隐姓埋名，另谋生计。北捷本该让大家安享富贵，老有所依，无奈今日白兰军铁骑横行荼毒，让天下不得安宁。你们不再是娇艳楼的商人，卑躬交错，你们是真正的大晋将士，今日将再披战甲，再浴热血，
跟随北捷重新出发。白兰横行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我们不能躲。昔日虎狼之师的精良们能打出气势吗？好，你们即刻出发，分37路，从不同路径穿越白兰，我们在白金交汇处集合，打回大晋，重振大晋江山，让何家好好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金军。姑娘，到了，快来，长相。沈姨家就在前面，我带病人先过去。这是13娘让我交给你。玉钗重合，镜重圆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月下盟誓未相负，莫待青丝成白发。13娘说你的话她不会替你转达，让你亲自去跟她说。13娘可曾婚嫁？尚未婚嫁，待字闺中。13娘还说要去哪里找她，姑娘你自己知道。我知道。姑娘保重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她让你找谁？杨峰，你别担心，他们没有恶意。她让我去找的是楚北杰。不管你愿不愿意被打扰，我又来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你没有离开。我能听得到你，能闻得到你，连这个梅子酒都有你的味道。我甚至去找这个酿酒的人，多希望这个人就是你，但是怎么可能？
三年了，你要是还活着，你怎么忍心不与我相见？记得你说，你最欣赏当今大家的文采和气度。前些日子，我给你抄了一本阮步兵的咏怀诗，我念给你听。一日复一夕，一夕复一朝。颜色改平常，精神自损消。胸中怀汤火，变化故乡招。万事无穷极，知谋苦不饶。但恐须臾间，魂悸随风飘。终身履薄冰，谁知我心焦。一日复一朝，一昏复一晨。容色改平常，精神自飘沦。临上多哀楚，似我故诗人。对酒不能饮，凄怆怀酸心。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可没想到，你知道我这三年怎么活过来的？每一次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我就会来到这里对你倾诉，
对不起。你怨我也好，恨我也好，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不忍心再骗你，想要你以后不要再为我难过伤心。我不配。甚为佩服，这次救我军于大难。来了，多谢镇北王。王爷，今日你救我梁军，若涵敬你。若涵将军何足挂齿，来请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些大梁士兵，江山富，居无所，归路无处，却还守着最后一面梁军的旗帜，翻山渡水，经年苦战，破釜沉舟也要尽力一搏。我们带来了粮草、兵械、钱财，只盼能助他们重新招募兵员，收据残勇。白兰人虽然裹挟着横扫天下之势而来，但无力真正统治天下，加之河峡的军队残暴，天下不服之猛士多如过江之鲫，从高处跌落只是早晚而已。北姐，大晋都城被毁，陛下不知去处，你还刻意不在我面前提起，但我知道你此刻时时心如刀绞，如今你还来相助梁军，但你一定牵挂着大晋的陛下，想早日救他于水火之中吧。楚墨人在大晋，他是我多年的下属，他一定会陪在陛下的身边，扶持他，帮助他。如今天下没有陛下的消息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。只要王室血脉尚存，王统不灭，晋人的心就不会动摇。而大梁没了上将军泽隐，君王又已身亡，比之大晋更缺少了心中的信仰和主心骨。如果大梁的人心真为白兰所亡，那白兰势大，再也不是大晋可以以一方之力抵挡得了的。道理虽是如此，但你心中也一定有自己的苦楚。如今何家回到白兰，只怕已经剑指白兰旧势力，白兰军政定会落到他手里，待他整治朝纲，势必要再度挥师征讨，这中间的时日不会很长，而我们必须利用这中间一点点的时间，完成所有暗中的联络和部署，等待一击制胜的机会。所以不要再说离开我的话，现在我身边必须时时有你，才能一路踏破荆棘，早日找回陛下。我答应你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
给陛下吧。陛下，你都好久没吃过东西了，好歹吃一口吧。那你喝点水吧。陛下，陛下，快，陛下，快藏起来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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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陛下，陛下，楚墨然，真的是你啊！陛下，墨然救驾来迟，让陛下和王后受苦了。快起来吧，本王知道你的忠心。陛下大可放心，白兰军未曾发现我们的行踪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天亮之前必须要出发。行军打仗的事儿你比本王清楚，都听你的，如果有他在那就好了。陛下，臣听说各地都在流传镇北王现身的消息。此话当真？他回来了，那我大晋就不会灭亡了。楚北杰，你在哪里呀？本王等你回来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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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。驸马爷，公主来信说许久未见驸马爷，请驸马到公主府一叙。好，我马上就去见公主。是，少爷。驸马，白兰法令规定，大将得胜回朝之时，在位君王应在城门设宴款待。这位公主不但不迎接，也不让将军休息，反而即刻宣布觐见，这是何道理啊？飞着行，立刻整肃大军回军营休整。驸马，你这孤身前往，不带一兵一卒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按我说的去做。撤。哎，少爷。撤。撤。不行，走。公主，我来了。驸马，
本宫保证，今日之事绝不会外传。可是本宫却要驸马一个承诺，你能不能发誓，今生今世绝不做白兰的王？你我之间何时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我之间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当年何侠初入白兰，举步维艰，原本只想好好活下去，谁想到我遇见了你，一步步的走上高位，到今日只为报晋安王府覆灭之仇。公主，决定复仇的那一刻，何侠已无退路可走。驸马，这我求你了，我们有退路的。你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吗？他是我们的血脉，是我的孩子，也是你的孩子。你看，他一定能感觉到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父亲。他在动，你感觉到了吗？驸马，你不喜欢他吗？我喜欢，可他来的不是时候。从驸马来到白兰，我们就说好了要做今生今世的夫妻。夫妻本是一体，可走到如今，为何就不能各退一步呢？各退一步怎么退？公主，你我都在悬崖之上，不同的是我背对悬崖，而你面对着我。你可以退，可我若退一步，那等待着我的只是身后那万丈深渊。不是的，我们没有在悬崖上。我退了，即便公主饶了我，但是朝中的老臣贵族呢？他们只会觉得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怎么可能容我全身而退？现在放下刀剑，只会被他们挫骨扬灰。
不是我不想退，是这一步我万万不能退。我们为什么不能退？我们不是只有自己，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的孩子当王好不好？让我们的孩子当王好不好？若非今日，我也愿意让我们的孩子做白兰未来的王，但就算我死，我身后的百万军队的意志你也无法挽回，黎民百姓的意志你也不可改变。公主，孩子是我的，我爱他，但是要等他当王，我做不到。领兵挥征，要我白兰雄威，扩充疆土，功勋卓著，兼得心闻于百姓，广施仁义，孤心甚悦之，特封何侠为摄政王，号令百官，钦此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如何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封你为摄政王？白兰王朝百年基业，公主殿下怎么可能轻易拱手让给一个外星人？对呀，不可能，甚至一个外星人，一定是假的。对呀，一定是假的。你倒是说说看，公主为什么不能封我何侠为摄政王？哼，一定觊觎我白兰政权已久，不然为何你斩杀了众多我白兰王朝的功苦大臣？哼，说的没错，分明是你为了想控制白兰，在扫清障碍。何侠，居心叵测！公主金口玉言，圣旨已下，抗旨者就地正法。众位爱卿，可还有疑问啊？臣等代谢摄政王。
驸马，驸马，属下有事禀报。说。属下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经我们的探子回报，今天终于找到了司马红的踪迹。我们的探子正在全力的追捕，想必不久之后定会有结果。司马红暴露了踪迹，再难逃出我的天罗地网。他一死，入禁之时再无阻拦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啊。束手就擒吧，属下小心。我来断后。走。血迹未干，刚死不久，陛下应该就在前面，希望还能来得及。快，驾！驾！驾！少爷，飞赵行来了，说有要事禀报。叫他进来。是。
参见摄政王。起来吧，又有何事？摄政王，今日早朝以后，朝中重臣纷纷归附，几无不从者。好啊，只是怎么了？是商路一党。商路要不要把他？不不不，他虽拥兵自重，却也并没有反对我，何况他还算有些本事。那摄政王，你的意思是？这样，攻打大燕一战，我会命他当你的副将，他的态度是敌是友，一试便知。末将明白，末将先行告退。等等，末将明白，去吧。东主，你不用跟着我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臣妾参见驸马。手给我瞧瞧。真可惜啊，美人素手若是留疤，可就不美了。臣妾多谢驸马关心。这戒指倒挺别致漂亮，是贵丞相给你的吧？别人家的东西老是戴在自己手上不合时宜，是时候该还给他了。他在那儿。贵丞相，摄政王派属下来给你送东西了。摄政王？摄政王是谁啊？公主呢？公主可还好啊？公主好不好，属下不知道，但当今朝上的摄政王乃是我们战功赫赫的驸马爷何侠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何侠？丞相大人稍安勿躁，以驸马爷这样的人物迟早会到这个位置。放屁！你别激动，来看看这个。何侠给我的，你看完就知道。丞相大人，慢慢看吧，属下告辞了。哎，哎，不，不，来人！来人！
来人呐！我要见公主，快快告诉公主，老臣归长景要见她，快让我去见公主啊！快来人啊！快，公主，公主，老臣要见你，公主。老臣要见你，放我出去！你们让我去见公主啊，公主！王兄，贝姐，贝姐，是我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杀出重围，你坚持住。防守严密，所以我们必须声东击西，从西路突围。大军分出两个小队，分别走东路和南路。王爷，默然。结果王爷，请王爷降罪。默然，何罪之有？快快请起。王爷，默然没有保护好陛下，请王爷降罪。何家派出的追兵众多，你苦苦支撑，能救出陛下已属不易，我要感激你都来不及呢。这些年多亏了你。王爷，现在不是你自责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商讨下一步的策略。
默然，先回去休息吧。陛下怎么样了？刚醒了过来，不过他一路奔逃，心神疲惫，加之身受重伤，一时半会儿怕是缓不过来，又昏睡过去了。陛下是一路奔逃，你不也是一样一路长途跋涉，不眠不休吗？突围和转移的事情，我方才已经悉数安排好，定能到达安全的地方。你先去睡会儿吧，到时候我再派人去叫你。婷婷，怎么了？陛下那么对你，你还这么照顾他？天大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没事，我也安然无恙，又有什么好计较的？更何况陛下现在身负重伤，我们在他身边照顾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你快去睡会儿吧，不多时就要出发了。不，我们出发不了了。怎么了？陛下他伤太重，怕是转移不了了。我想多陪陪他。别担心，剩下的事都交给我吧。还剩多少粮草？回禀王妃，这一路且战且退，从都城带出来的粮草所剩无几，就剩这五车粮草了，只够兄弟们吃三天的。全部卸车，所有人只留一顿存粮，把其余的粮草都堆积到那一面山谷上的风口隘处。白兰军一路追我们而来，算算时辰也快到了，等他们一到，你就直接放火烧粮。烧粮？王妃，王妃，这是正是要烧粮，而且不仅粮草要烧，所有拆卸下来的营帐、衣物、武器全都要烧掉。还有战友们的尸体。王妃，您究竟是何意呢？烧了东西，紧追而来的白兰军定会怀疑营内有乱，派人好生查探一番。能耽误他们多一分时间，对我们而言就有多一分的机会。去做吧。默然领命。两。
别说了，我们一定可以离开这里，天下也定向重归太平。我会平平安安地把你送回王宫，那是我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地方。我刚才在帐外听见你叫他王兄。平婷，白兰入侵，何暇如狼似虎，铁蹄染血。可如今陛下又病重，大晋缺一个重举义旗之人。可是北界，若这个重担真的落在你的身上，那我们平婷，王兄他想见见你。见陛下，快起来吧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本王有话要和镇北王还有王妃说。是是是是。这些年你在镇北王的身边辛苦了。陛下，你是大晋的亲信，可如今大晋的疆土在本王的手上已经没了。大伙儿都顾着逃命，还来不及，只怕也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你是秦仙了。陛下，娉婷并不图这些虚名。至于大晋的疆土，陛下才是大晋的魂魄。只要陛下在一日，大晋的疆土就永远在那里。
只要陛下在一日，大计并不算亡。陛下，白姑娘，大秦对不起你，本王也对不起你。现在大秦危急，唯一有王室血脉的人就只剩下楚北杰了。不只是他身上的血脉，还有他身上的荣光。大金的上上下下找不到第二个人能跟他一样，登高一呼便有万人相贺的英雄了。这样的英雄多少年才出这样的一个？白姑娘，算本王求求你，帮帮他，帮帮大金吧！啊！宣旨吧。有诏。自即位以来，孤德行有失，招致上天谴责。白兰兵入侵，复失其地，竟辱其民，孤甚罪己。镇北王楚北杰得意兼之，挥功越谷，韬泽流芳，人品贵重，上顺天命，下合人心，必能克成大统。着继孤登基，即大晋王位。臣楚北杰接旨。
我们终于也走到这一天了吗？来人，公主殿下，传我的旨意，今日是本宫的生辰，让御膳房准备好酒菜，传驸马过来与本宫共度良辰。是。少爷，公主传人来说，请你下午去赴宴。哼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公主此时邀我赴宴，分明是嫌我命太长了。公主怎么会如此狠心？少爷，要不咱们找个借口，不去了吧？不去？你以为你说不去就能不去了吗？朝中上上下下这么多双眼睛全盯着我呢，都希望我现在犯下那么丁点的错误，然后他们把它放大千倍万倍，好把我从摄政王的高位上狠狠拽下来。我怎么可能让他们抓住我的把柄？公主，做任何决定都要预估好结果，尤其是朝堂之上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。所以这一趟我必须去。打探清楚了吗？打探清楚了，公主在大殿设宴，周围并没有埋伏。王宫内外可有异样？除了日常巡逻的禁卫军，没有增加人手的迹象。知道了。摄政王，有句话末将不知当讲否？末将认为今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无防无诈，而且群臣并不知道公主要设宴宴请摄政王，此时动手想必不会生出什么事端。她是我妻，她的腹中有我儿，只要孩子一出生，她就会是名正言顺的白兰王。摄政王，你的权力早晚会被夺走的。今日是她的生辰，我不想听到这样的话。王爷，王爷，公主不除，摄政王将会永远被踩在脚下，这天下也将是公主的天下。公主是摄政王成就大业的最后一道屏障，只有公主消失，摄政王才能集天下大权于一手而无后顾之忧啊。摄政王，
今日若不动手，恐怕只要他不杀我，我绝不动他。摄政王，上次的鸿门宴，公主已经动手了。摄政王，小人所言，皆是为摄政王考虑，请王爷三思啊。撤。知道你忙，还以为你不来了。今天是你的生辰，我必须来。驸马，快坐。姚天，何暇祝公主万寿无疆，芳龄永继。谢驸马。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，却又非常的陌生。很久很久都没有这样了。本宫与驸马已经很久没有坐在一起喝酒用膳了。这些日子里你都还好吧？透夫君的福，在这个宫殿里没有人会打扰我，就连飞进来几只飞虫都数得清清楚楚，倒是清静。哦，对了，为夫为你备的生辰礼物，打开看看。这是我们大婚之时，我就曾经许诺，终有一天我要将天下的后冠亲自戴在你的头上。如今放眼天下，无人可挡我白兰铁骑，这个夙愿很快就会实现了。我亲手画了凤冠的图样，一命工匠搜罗天下异宝，看看。很精致，我很喜欢。多谢驸马。我许诺给你的，就一定会实现。父王在我年幼的时候，与我宫中花树之下买入了一坛好酒，他说要等到我大婚的那一天再喝。可是没想到父王没有等到那一天就撒手而去了。本宫跟夫君大婚的那一天只顾着高兴，却忘了喝这一坛酒。今日是我的生辰，我特意命人将这坛酒取来，想与驸马同饮，好圆了这一坛酒的遗憾。
好啊，那倒是真要尝一尝。耀天遇到驸马的时候，也是这个季节。驸马有如天神降临，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时候，耀天就在想，如果耀天嫁人，定要寻得一个像驸马这样的人。没想到，耀天的梦想居然成真了。夫君，请。这一杯酒，我敬公主。夫君，我们孩子的名字你想好了吗？就叫他无忧吧，希望他这辈子都可以无忧无虑的。无忧，好好听的名字啊，谢谢夫君。夫君，这白兰的江山我就交给你了，你没有了我，你会更加的自由。这你的宏愿，本宫希望你都可以实现。也容不下你。作为王朝的公主，这毒我必须得下。可是作为一个妻子，我又怎么忍心让自己的丈夫喝下这杯毒酒呢？还好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知道，我给你的酒，你一定不会喝。我猜对了。
我活着的这些日子，最美好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那天晚上，在我的营帐之中，遇见了你。刘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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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我能做的都做了。解药在哪儿啊？在我的梳妆台上，还有半个时辰。姚天，解药。驸马，不用了。只要孩子一出生，他就会是名正言顺的白兰王。摄政王，你的权力早晚会被夺走的。摄政王将会永远被踩在脚下。我已经为你做了决定，从我嫁给你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没有后悔过。今日我一样不会后悔。从认识你的那一刻，我在你的眼睛里就看到了你的眼睛。可是
我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你。我愿意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成全你的梦想。我相信你不会毁了整个白兰。我只是我害怕再也见不到你，但是我知道在我的梦里我们会在一起，在我的梦里没有天下，只有我和你。本宫身后无论何时驸马之命，任何人不可夺，见驸马如见本宫。白兰上下悉听号令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一直都如兄如父的照顾我。那时没人知道我是他的弟弟，我却早就把他当成我的亲哥哥。他一直保护我，而我却没有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保护他。你已经尽力了。你以后打算怎么做？娉婷，我真的不想再看见我身边最亲近的人离我而去。现在我只有你，但我知道对你来说这一切都太不公平。你的人生愿望是跟自己的丈夫孩子归隐山林，从此不问世事，但命运弄人，如果此时不接下王位，那谁去和何侠抗衡？谁来重振我大晋百年基业？我真的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我大晋王朝衰败，大晋子民身陷水深火热而无动于衷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懂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懂。
这才是我爱的你啊，真正胸怀天下、心存大义的大英雄。与你相比啊，我那些小情小爱、自私自利，真的让我很羞愧。其实我也早就想通了，只要山水在心中，哪里都是田园。冰婷，听我说，北杰，我白娉婷从此以后都不会再提归隐山林之事了，更不会离开你。你赢，我陪你君临天下；你输，我会陪你东山再起。在白兰军没有打过来之前，好好葬了陛下吧。我们只有一顿之粮了，余下的都会烧掉，迷惑白兰军。与我们接应的梁军会在天黑之前赶来，我们要尽快与他们会合。行军多有不便，只好把你放在这里。顺水而下，就是我大晋的土地，是你这一生都守护着的土地。如此，落叶归根，魂归故乡，你可以安息了。阳奉亲旗，自在与北结后，我二人日夜奔走，终与晋梁联军会合。有若寒上将军相助，事情顺利，一切安好。只期他日能抗河峡，救万民于水火。离开多日，长啸顽劣，兼又则庆，劳你甚多。娉婷心甚感念。联军不日启程，望杨凤能携梁小儿尽快至晋梁军中，与我团圆。娉婷，是不是娘亲来信了？聪明的长啸被你猜中了，是你娘给我们写信了。你娘说她跟你爹会合了，而且又见了一些旧日的老朋友。叫我呢跟泽清带着你去见他，很快啊你就要见到你的爹爹了。我爹是谁？
你爹是个大英雄。大英雄有多大？是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英雄，天底下呀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是一个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大英雄，天下的人都盼着他出来，揭竿而起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你又不懂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总之，你记住啊，你爹是个大英雄，甚至比你哥哥的爹还厉害。记住了吗？哦。泽庆，长啸，我们去告诉霍爷爷，准备出发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走了。走喽，走喽。走。摄政王，司马宏死了。司马宏虽然死在了我们自己人手上，可是他死前传了一道圣旨，传位给了楚北杰。楚北杰如今已经继位，成了大晋新的君主。你方才说什么？末将无能。我们的劲敌的队伍都被楚北杰给打败了。我说传位之事确凿吗？司马宏确实传位给了楚北杰。传位给了楚北杰。是。楚北杰。楚北杰。你销声匿迹了这么多年，终于不肯再做缩头乌龟了。是到了你我决战的时候了。摄政王，晋如今正处于危难之间，司马宏心伤，民间上下皆是哀民，晋兵上下皆是哀兵，我们不如趁此机会开拔晋地，与楚北杰一决死生。哼，楚北杰计谋深邃，现在入禁地，愚不可及。末将愚笨，不知计策如何，请摄政王指点一二。楚北杰现在是临危受命，必定是民心所向，你可别忘了，哀兵必胜。现在入禁并非上上之选，而是一个下下策。小将没有思索这么多，可是晋地不能去，我们怎么能置楚北杰于死地？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入晋地吗？一，我们不去晋地；二，不能放任他进入晋地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直取毫无防备的大燕。大燕，只要灭了大燕，楚北杰就再无援军，咱们就让他唇亡齿寒。摄政王好计策呀，高明，这一次一定能置楚北杰于死地。
我们先夺燕，再灭晋，天下大权岂不唾手可得？大业将成啊！我军派往白兰的细作已经打探到了消息，听闻那河峡在得知王爷，哦不，晋王陛下继位之后，正在集结军队，要与我军决一死战。河峡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守住王兄的疆土。陛下说得对，说得对，陛下说得对。那河峡铁蹄征战太过暴力，若让此等人得了天下，只怕是百姓的不幸。如今他要战，我们陪他战。对，对，陪他战，陪他战，陪他战，就跟他战，跟他的白兰军战他个你死我活。对，战他个你死我活。诸位稍安勿躁，还没这么快。我们暂时不会与白兰军正面相对。什么意思？王妃这个话，若涵便听不懂了。陛下出山，河峡现在已经暴跳如雷，他势必会除掉陛下这个威胁。为何王妃会说还没那么快？难道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关窍？就是啊，莫不是王妃什么考虑啊？还有什么别的计策？其实事情很简单，诸位别忘了，虽然我们现在是晋梁联军，但对于河峡那数十万大军，我们还是无法相比的。我们如果想要充足的兵力，就只能在大晋的百姓中重新招募新兵。而与我们相邻的燕地和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微妙，唇亡则齿寒，所以河峡如果现在进攻大晋，那燕绝对不会坐以待毙，他们定会出兵相助，一起抵抗白兰军。届时白兰军将腹背受敌，战况艰辛。而何霞是一个心思缜密之人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绝不会这样做。所以决战大晋并非他的良策，而迅速灭燕才是他的上上之选。但我们现在兵力薄弱，若他迅速攻燕，我们将无力援助，就算去了也没有太大的作用。所谓远水难解近渴，一旦他迅速灭燕，他就再无后顾之忧。那个时候他将挥兵入晋，一举将我们吞并。而我们将成为他最后的点心。没想到，如此说来，现在最危险的并不是晋梁联军，也不是大晋，而是与晋地相邻的燕。正是如此。王妃果然深谋远虑，想我等之不能想。还好我们没有贸然行动，否则不仅闹了笑话，更是贻误了战机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只是这样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呀？燕地遥远，我们兵力还不足，难道我们眼睁睁看着河峡吞并大燕，再来攻打我们？对呀，是啊，赶紧想办法。诸位将军不必如此悲观，娉婷方才所言只是情况中的几种。自古以来，以少胜多的战事虽然不多，却也不少。有诸位将军在，有我们在，却也未尝不能再多一个。诸位都是联军的将领，乃军心所在，军心在则胜机在。对，我们一定能打胜，一定能打胜仗。更何况我们也并非全无胜机。王妃有何妙计？妙计倒是算不上，只是何霞出身于燕，他对大燕王室十分了解，若他要攻燕，必是岳氏父子迎战，何霞肯定会利用岳氏父子的软弱围城数日，耗死燕军。一旦围城，这将会是一场长久的困战。由此看来，我们并非毫无时间准备，只要准备充分，以少胜多绝非难事。对，我们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，有道理。
可惜我的琴已断，不能再与你合奏一曲。等天下太平，我为你再寻一把最好的琴。天下之事分分合合，聚散无定，哪有什么真正的太平？哪又容得下一把琴呢？你我还有长长的一世，我活一天，就会以一命护佑你太平。以前我在东山别院的时候，总是觉得时日太短，每日都会暗暗忧心，害怕你会离去。跟你分开的这些年，每每看到这样的月色，我都会倚在窗边，回忆我们的往事。那时候我就会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错过了什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爱你，想要留在你的身边，丢掉了我的平静。每一次奔向你，都是千军万马，千山万水。我以为到达了就是一切，可是北姐，一个女人爱着一个男人，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。事到如今，我才知道，我的爱早已爱到深处，就是平静。北姐，我们在一起的此刻，就是天下太平。启禀摄政王，探子来报，晋凉交界楚北杰和白平亭二人正在招兵买马，并且广告天下。听闻镇北王东山再起，各路诸侯人马纷纷归顺依附而去，而且梁军大将华参也已奔楚北杰而去。又是他，招兵买马，这么有恃无恐。真是料定了，我没有时间来收拾他们。白平亭啊，白平亭，你竟又在揣测我的心思。传令下去，三军整顿，不得松懈，全力进攻。伐燕之战，两日之内必须完成。可是摄政王，我军长途跋涉，已是疲惫不堪。现在正是需要休养的时刻，若是两日之内攻燕，将士们怕是……这是军令，属下即刻传令三军。楚北杰、白平亭，我一统天下之日，就是你们阴阳两隔之时。何暇率军10万攻燕，声势骇人。而晋梁联军阵脚并不稳当，如今正在招兵买马，可尚无根基。如果晋梁联军的战斗力无法保证的话，那么只有让白兰军从内部分裂。
让所有将士都严阵以待。大家要记住，这段时期千万不可以松懈。去吧。是，是。